观众朋友您好，大爱探索周报每周与您聚焦新闻时事，我是吴志怡。这是由农委会与交通部合作打造的里山列车。里山这个名词源自于日本，指的是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，也是保育类动物重要的栖息地，希望能在这样的地方打造一个人类和动物和谐生活的环境。可是台湾的里山却面临大量的违法开发破坏，不但毫无节制地消耗自然环境，也危及人命与财产安全。本周进一步来看，要如何与山和解，让台湾的山林管理重回正轨。台湾大多数的人都住在这里，高耸入云的水泥丛林。然而，只要短短几十分钟的车程，就可以从市中心进入浅山地带，城市与山林交接之处。这些地方是许多保育类野生动物的家。然而，就在这一些靠近人类生活的地方，也就是所谓的里山，像是台湾沙仑的草鸮、苗栗新竹的石虎，以及高雄马头山的石蟹獴，都已经遭到非常大的威胁。事实上，在1000公尺以下的这种低海拔的，我们讲里山地区，就像它有60%的野生动物是居住在这种里山的环境。慢慢的，这些里山的栖地它都变得很破碎。那所以我们就今年跟台铁合作，打造了这个里山动物的列车，希望这部列车呢，它不但扮演交通工具的角色，它也是一个教育，一个环境教育的平台。然而，政府一方面打造彩绘列车，大推里山生态富裕活动，另一方面却对业者大肆违法开发束手无策。去年底，高雄就爆发大型违法开发事件，广达6万平方公尺的山坡地全被挖空。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在高雄的仁武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浅山的地带，现在被违法开发整地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。像是这块地方在后面这个山壁，这个坡度的落差达50公尺这么高，然后整个被挖空，土石也相当的松软，所以以后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灾害。这天，高雄第一线的水保单位只有一个查缉人员，单枪匹马地带我们来到现场，绕过一整片铁皮围篱，眼前的山头像是被陨石砸过一样，所有的树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一片黄土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坡面，因为是土方是松散的，其实今年106年台风不多，所以它其实 雨水 并没有很大，它就冲刷成这样子。有很多的一个冲蚀沟，然后土沙就外流了。看得到的山壁几乎全被挖空，树林也被砍光，稽查的身影对照着荒凉山丘，显得更加势单力薄。徐股长坦言，如果没有人检举，这样的个案真的很难查缉。我们的人力还算稳定的，我知道很多县市政府，他人流动率很高，所以你不会想放弃的。那基本上还是事情还是要有人做嘛。徐股长说，他在水保单位任职20年，受过不少人身威胁。毕竟在靠近都市、交通便利、海拔不到1000公尺的山区，违法开发有利可图。加上地方上的人情，还有沉重的政治压力，都让第一线的查缉很无力。做到后面，其实我们其实会有无力感，会倦怠。原因是？原因就是你其实你管理真的不好做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法令定得很好，可是民众的公民素质其实是不够的，那这个落差太大了。你其实以政府的人力跟经费很有限的情况下，你要去你要去管理到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违规状态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而这样的案件面积很大，背后的获利惊人，问题是查缉不易，就算是抓到违法证据送进法院，最后判决也往往不痛不痒。这个好大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落差有50公尺，要不要恢复原状？恢复原状是区域计划的名词，在我水土保持法限期改正并没有一定要恢复原状这样的字眼。
根据水保法32条规定，致深水土流失或毁损水土保持之处理以及维护设施，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并科新台币60万元以下罚金。不但罚则不重，而且还明定情节轻微、嫌可敏恕者，得减轻或免除其刑。这使得涉及的主管机关即使手握法规工具，碰到执行层面就通通失灵。像这种涉及刑责的，我们移送了以后，检察署办了老半天，动员那么多人力去收证，然后到法院去，他判刑可能就是6个月以下。当自身水土流失，在举证上会有一点点的困难，那有提出一些水土保持法的一些建议跟见解啦。那实务上的话，我们在机关内有做一些的努力啦。就是说目前在最高法院有一些判例的话，就是未遂犯的部分它有实际上的一些判例，所以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。然而台湾的山林管理为何会全面崩溃？检察机关已经开始介入，让情况露出一线曙光。来到新竹尖石的山区，这里是最新的违法开发热区之一，大片大片的整地开发成露营场，像是雨后春笋一样不断地在山头上冒了出来。新竹山区这类案子实在太多，抓不胜抓。地检署检察官徐大为抓得紧，查缉记录完胜其他县市。依我手上的那个农地非农用的违反区域计划法的，我2个月开一次，6万，下次再加20%，再加20%，再加20%，连续处罚，停水停电，还有代履行拆除。可是再怎么努力的查，恐怕还是赶不上违法开发的速度。因为以现行的法规来说，宜林地跟宜农牧用地最大的区别在于坡度，超过28度的为宜林地，以下的则是宜农牧用地。所以业者只要设法开挖，改变宜林地的地形地貌，把原本的坡度减缓，就有机会变更为农牧用地，再合法新建农舍，地价更是翻倍。他们是开挖整地是往山里面挖，回原状已经几乎不可能了。第一个，你不晓得它原状是什么；第二个，你回填的土的话，会是松动的土，或是反而是更危险的。检察官许大为说，这种新的犯罪形态跟过去占用国土种菜盖果园，或是违法偷盖豪华农舍的情况截然不同，对环境的杀伤力更是前所未见。这个跟以前的犯罪类型是不一样的，你现在是把它整个把它铲平。然后变成一大块的梯田，当作一个停车场，然后它变成它想要的地形地貌，然后它想要的树种，然后把台湾很多的原生物种把它毁灭，然后等于原生物种毁灭之外，原有的动物也都没办法在那边栖息的，没有是非的啦。而这场脱轨的土地游戏，对于接手的开发商来说，无疑就是一座金矿。有些法院判下来的结果缓刑，或者是得一颗罚金。一颗罚金是6个月的话，一颗罚金1天1000块，才18万而已。对他们业者而言，18万那个等于开发面积是开发的金额的9牛1毛而已。查缉人力太少，举证困难，罚则太轻，让主管单位管不了，业者不怕罚。一个山头被挖了，另一个山头也有样学样，衍生的破窗效应难以想象。因此，检察系统在去年底罕见的联合主管机关发动水保法修法。我们有拟了一个草案，到这个山坡地的一个烂梗案子，那希望对于国土保育能够尽一份心力。我希望能够那个水土保持法或是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，在修法的时候能够参照水务法的法则部分，自身水土流失成抽象犯，就像酒驾一样，超过0.65就不管了，犯罪工具不问被告所有都可以没收，让行为人不要觉得有利可图。回到里山列车，人们带着希望寻找那个跟生态共好的平原或是浅山。纵使这些地方早已经因为人类的贪婪被破坏殆尽，但至少还是有人在努力寻找逆转的关键，期待能够重新找回土地的伦理，实践真正的地产精神。这里就是与山和解的案例。为了富裕樱花公文龟，学霸国家公园从1999年起与武林农场协商，将七家湾西畔两岸耕种地收回，在2004年完成了8.1公顷土地征收，进行废耕复育。但破坏容易，复育难。一般正常树林1年半就可以长到跟人一样高，但废耕力要植树造林，因为过去发展农业。大量的施肥已经让土质劣化，酸碱值改变，造林20年却还是小树苗。
废耕造林，说起来是件简单的事，但实际走一趟武林农场就知道并不容易。这边的草还是以外来种优势的，包括像鬼针草啦，还有原生的一些芒草。在这段富裕国宝鱼、樱花钩吻鲑的核心保护区，七家湾溪畔的废耕地，满地都是野草。因为芒草很强，也很优势啦，所以其实林木的种子就算有飘进来的话，它大概是没有办法发芽。那像这块地，它的草种又不一样。经过了20年，很多地方到现在依旧光秃秃的一片，一如我们首次采访时荒芜的模样。就是我们从93年之后去那个植栽的那个，全部都是樱花。大概有多大的区域啊？在这边总共有16公顷。16公顷。对，那个血管处这边有8公顷。对，所以加起来这边大概有24公顷左右。所以你们这边全部都种樱花？对。没错，然而7年后，这片不碎石的地上还是只有野草。因为它的土壤的质地大部分都是一些石块比较多，所以它其实保水力很不好。然后你看这边其实都是这种碎石地。我们从地上随手抓起一把土，发现它就跟沙漠一样干。你看，像这边的土壤非常的干燥，然后可能充满了很多的碎石子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土壤里面，都失去了涵养水分的能力，而且几乎都没有看到一些像蚯蚓这样子的一些小昆虫。那它们是支撑生态系的金字塔非常重要的一些底层的一些生物。那没有这些生物之后，在这边要种树富裕，其实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土拱的，你要不要看石？这个就是石灰啊。专攻森林学的邱清安，常年研究这片废耕地。他蹲在地上，找出一些小石头，轻轻一拨就碎了。石灰。他们当时就是，你看已经过了之后10年，还是到处都是，这个都是，有没有？长期施肥造成土壤裂化，原本就是意料中事，但没有想到情况竟然如此严重。包括土壤的酸碱值被很强烈的改变，然后养分变得不均衡，那土壤里面对森林负。天然更新很重要的就是土壤种子库，在这边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树木的种子在留存在土壤里面了。这么大的面积，土壤几乎无法改良，加上许多致命因素交错混合，过去种下去的苗木最多只能活半年。这个就是山猪拱的。哦，这是山猪拱的。有时候苗就在中间，然后它就把它拱掉了。哦，这个是老鼠咬的，这个就完全愈合不了。后来就死了。在这样的荒地上，可以找到的幼嫩树苗几乎全部都变成了野生动物的食物。早期可能是放牧啦或其他农作的土地啊，后来就是放任它自然演地，可能要有些资料要差不多300年才会变成森林。在我们这边可能时间要拉得更长。可是要在附近找到天然森林并不困难，就在走路不过3-5分钟的地方。你看森林里面，它的腐殖质就很厚。你看是一样的地方，虽然距离不远哦，可是它整个那个土壤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。健康的森林堆积着丰厚的腐殖层，松软而潮湿，像是一整片山都铺满了可以吸水的海绵，涵养水分的能力相当可观，而且充满生命力。哦，也是土。哦，这球果吧，它里面。可能1平方公尺可以冒几千棵的小苗出来，有的1平方公尺，土壤里面可能有上万颗种子，可是，在废耕地里面，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。邱清安经常一个人跑到这里，一整天蹲着研究泥巴。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，从最基层的技师做到保育科长。他相信一定会找到办法，找回那片原生的茂密森林。然而，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武林。现在来到这个海拔最高的地方福寿山农场，大概是海拔2500。那我们中间也经过了华冈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已经执行了一连串的废耕造林的政策。像这边原本全部都是种满高丽菜的地方，现在已经长满杂草。福寿山跟武林亲近并列三大高山农场，从2004年开始陆续收回果园以及种植高冷蔬菜的农地，统计约476公顷的土地，117公顷正在富裕，251公顷在造林。但是很多地方到现在还处于自然演替的阶段，树都没有长出来。而最大的森林主管机关林务局也在积极收回国有林地。历年来，我们已经处理到10932公顷。
那因为鲤鱼山在长期的就是中横公路开通了以后，有很多的民众就是随着公路上去以后就滥垦，从92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啊，已经处理到95%、96%了，那收回了300多公顷。为了解决山地农业以及租地造林的问题，政府早在15年前不再鼓励高山农耕，并且编列100亿元的预算鼓励退租补偿，但是要富裕的林地面积太大，每个地方的状况都不一样。像是阿里山在去年底一口气回收所有非法垦殖的山葵田，农耕危害虽然比较轻微，但是每公顷的造林费用上看4万块，还是有很多苗木无法存活。土其实有，以我们造林上来觉得它其实有一些劣化，也是这个2米高的还有死掉的。在短短的几年之内，我们不可能期望情况会改变，或是树就会自己长回来。这时候需要适当的人为介入，才能够加快富裕森林的脚步。这天，以邱清安为首的富裕团队再次实地勘查。两星了。苗高28公分，地径0.6公分。在废耕地造林就跟打仗一样，除了要打击野草，还要锁定必须保护的目标。要找到之前做种子直播，就是把种子丢到地上，然后等到它们发芽之后，我们现在过了大概半年左右，就要拿竹竿去标记。在第一年种的时候，成果率大概只有1成多，大概15%左右。用力的敲下竹竿，每一棵的小树苗以后都可能会长成大树。是什么树啊？台湾胡桃。就是这种臭椿跟胡桃是这一区算是用种子直接去丢的话，是长得最好的树种。这一两年里面大概试了50几种当地的原生树种，去试看看有哪些种类是适合这种非耕的土地。富裕团队用科学精神实事求是，加强密集保护措施。而且为了要防山枪，所以特别围这个网子，像刚才那个竹篓一样的，可是这边是围铁丝网，就是想说看它的整个实际的效果。除了防止动物危害，还要避免土壤流失，因为废耕地的侵蚀速度是自然界的13到40倍。它有的底下有撒稻谷，大家可以就是很仔细看到，就是有撒稻谷，避免它们就是土地蒸发太快，然后让植物干死以外，还有就是可以让杂草不要长那么多。这个是等于是算是示范地啊，这块是示范地。就算这里要长成森林，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可是他们愿意努力。目标是如果以后有遇到同样要做这种回收，就是废的果树或农地回收之后，他们要种树的话，如果遇到一样的情形的话，就用这种我们认为是比较好的方法去造林这样子。经过2年多努力，这些树苗终于种活了，但是他们说自己种的不是树，而是希望。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造林方式，让所有的废耕地以后都能够长出大树，变成森林。台湾山区经过多年的开发，不管是原住民或是后来的农民，都在此落地生根。但这一群已经在山上的农业，有没有可能转型与生态和谐共存呢？今年过年之后，一波湿冷的寒流刚走，阳光露脸。在离山上务农的王玉鸾带我们走进台八线旁的小路，临近新嘉阳的山头。哈，慢慢走。沿着这条陡坡走上山，大约要1个半小时才能够抵达果园。放眼望去，整个新嘉阳尽收眼底，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高丽菜田。王玉鸾在40几年前嫁夫随夫来到这里，就是一边种苹果，一边靠着先生当搬运工贴补家用。每次挑100斤的水果，就是走这条路下山，赚取一趟50块钱的微薄工资。一晃眼，40年过去，沿路上大部分的果园都收了。今年家用是果树，嘿，这种果树啦，啊，回想过去到今嘛，啊，差价这样啦。这一带过去是水梨跟苹果的产地，而现在则是最大的高冷蔬菜产区。果树个即马气候变迁歹果啊，熬着病个生产无好，个搞风台吹着就无收，啊，所以改种高丽菜啊，高丽菜较短时间啊。虽然山上的景致优美，可是在这里务农一点都不浪漫。我们在半路上遇到好多高丽菜田都在喷药，味道很刺鼻。
在台湾开放苹果水梨进口以后，梨山上的水果价格一落千丈。当时跟王玉兰一样的农夫，很多人砍掉果树转做高冷蔬菜。可是王玉兰夫妇虽然树独不多，却舍不得这些苹果树，他们决定不要种高丽菜，还要设法改变环境。高丽菜更加浅啊，土壤没无法多保持啊哈。啊，大量进口几个日来啊，啊你几个人继续安尼做落去哈，哦会去用淘汰啦。好啊，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哈，就在转啦，转做哈没有农药的，啊咱直接做四十年啊，哦从来没有喷过除草剂啦，每年拢还喷啊草。黑铺落去就一个有机质啊！啊，那是雨啊来啊，大雨啊，哎，人诶有黄土水除除掉，咱即嘛水拢清清清啊，吼、哦，土壤可以保持啊。这个苹果树差不多40多年呐、啊。刚开始停止施肥施药的时候，果树一直不结果，等不到收成，家里连房贷都还不出来，硬撑了12年，终于有一天树上挂满了苹果。接近有机概念的做法，种出来的苹果个头小小的，好多都被虫咬了洞，外皮也结了疤。我们没山药啊，吼，过瘾，真够甜，啊甜就是得害死啊。嘿，啊就这没有喷料哦，就是迄阵雨水伤多，就趁一点啊。王玉兰一边采一边叨念着，很多树病得太严重，就只好忍痛砍掉。因为咱没有用毒药啊，所以拢难免有虫害，改健康。害去啊！啊，害去，甲锯掉啊！啊，拢爱吼，小可甲伊喷，用樟脑油甲喷啊吼。哦，即马算这棵还好，有恢复啊。啊，这嘛是哦。系对对，哦，这是一个迄个大路节啦，节。哦。这空节。嘛是足济。系啊系啊，真济啊。哦。好，以前规丛拢死呢。苹果树死掉以后，空下来的地方改成种梨、种桃、种辣椒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。你这个小黄瓜，啊，都是哩高丽菜，高丽菜。啊，就去那边哦，要种一些娃娃菜啦，只有种一些自己吃的。也有种高丽菜。哎呀，一点点啦，都是自种自己吃的啦，行家干的呀。那你都不敢吃外面的高丽菜吧？对呀、啊。这样的做法收成少，成本高，大盘不收，只能自种自售。这样分大小粒啊，在这边分大小粒啊。大局，学局。有时候还会搞乱呢。王玉兰说很累，但是很安心。啊，人生短短几十年啊，这会当过着大家健康啊，这有意义的工作啊。草生栽培，农药减量，友善农法，说的人很多，但是只有做下去才知道没这么简单。但经过40年的监测跟实作，现在已经看到了成果。而我们离开果园之后，再回头远眺它的果园，保留了茂密的树林，跟一旁的菜园或茶园截然不同。哎呀，这都土地也无去啊，咱就没办法再直接种植嘛吼，再新耕土地，啊，只要好顾好咱的物件。当农业上山饱受批评，像是王玉兰这样的案例，可能可以开启一个不同的想象，还有对话的空间，找出一条未来走得下去的路。毕竟山上务农很辛苦，或许只要在做法上尽量调整改正，就能够与自然和谐共生息。好了，采苹果。在今天节目中，我们看到面对山坡地滥垦，有一群人在努力地找寻解决办法。有检察官、基层的公务人员，还有研究人员和农民们。里山之美就美在台湾的生物多样性，修补破碎的浅山生态，营造对山林和动物更友善的环境，才能迈向永续的未来。大爱探索周报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见。